鲨鱼要吗？伊斯兰要鲨鱼。不要，什么？你嫌弃他？你怎么可以嫌弃那个鲨鱼嘞？很适合戴鲨鱼帽，因为刚好画面会在这里。很像白痴。我看到那个就是看的有日本的听友来。你就会看画面有一个鲨鱼在那边的。送个当地才有的。OK, I'll be right back. 海豹抓鱼。他有这样吗？他已经领好。约翰，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想养海豹吗？你想养？我先让你适应海豹的味道，我从我的鞋底挖一些海豹的味道给你。他只有筷子，我们看看。应该问他吧。这么有挑战性吗？你说外国人也是有筷子的，外国人知道是什么吃到桌上。洛梨耶，我第一次吃洛梨。外国人是这样子。我怕爆。他们应该很头痛吧？我先。昨天也去吃了一个，在路边吃了一个。聊天室先吃，好吃吗？难吃，我真的觉得美国东西没有很好吃，我很失望。可是我们那天吃什么生蚝，什么还不错啊？生蚝不错，嗯，但是它意大利面跟调味很重。我没有吃过这个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洛梨是一个很难吃的东西。现在试试看。油水果是吗？洛梨是油水果，它是油类，油脂类。嗯，就是它很营养，很优良的油脂，就是比沙油健康，但是也不能太多。嗯，那怎么没有那种煮菜油出洛梨油？不是有橄榄油？很好，我没有知道，你去 Google。你刚说你怎么都知道？你就是 Google。你 Google 完再跟我讲，我就多一个知识。商店吗？包括，拿去吧，我给你分好了。对，洛梨，竟然没有人排，没有人排。
Spicy miso with an egg? Yeah, thank you. Good. And then the bee shock? Thank you. Bravo. And everything else is coming out right now. Alright, I got chicken ramen. Thank you. No problem. Lohoro? Yes, thank you. Rainbow roll?拳头大的寿司有吗？有很大吗？骗他们啊！荧幕看不出来，拳头大，有没有？七七七。很好吃，和面图里面有它里面有炸的炸虾，哎，真的很美食。好吃，很好吃哦。嗯，这里面是龙虾沙拉加蟹肉棒。真的很美食，他们洛梨很搭耶。嗯，很美食。但是日本人看到会生气，跟台湾的吃起来不一样，但是是好吃。聊到你创意料理。加州卷，加州卷，然后那边叫加州卷。这是虾子肉吗？不知道，它上面的。有被飘进去，为什么不敢？为什么不敢？这是什么？洛梨，洛梨加鱼吗？嗯，这个感觉很大。
洛梨加鱼。很奇特的味道，表情说明了一切。那它是洛梨加。